摩斯宣布复出计划。退休的美式足球明星接球员摩斯星期一将满35岁，他在 UStream 线上频道上宣布自己想要复出。卡特力挺前队友说，摩斯仍能在 4.3 秒内跑完40码短跑，但哪个队伍能受得了他的行径呢？2002年，他与一名交通警察发生争执，并被逮到持有大麻。2005年，他在得分后假装脱裤子呛敌队，因此被罚了$10,000。先生，我只收现钞哦。摩斯也被视为懦夫。2004年对战红人队一场岌岌可危的比赛中，他半途而废走出球场。有些人说老鹰队对摩斯有兴趣，有犯罪前科的他的确再适合不过了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